起无限可能。老刘的、啊、这条几大铁柱开花是呢，6.61号位，哎，大闪，哎，这一下真细啊！准备好被本人的帅气闪瞎眼了吗？快乐了啊！但于静快乐，没人管他，没人管他，打了第二，站起来，进场，大招踩一脚，再打出风头，这种事不活，让你们弟弟卖姐姐了，没了，只剩弟弟了，全场只剩弟弟一个人了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来看看。但找到了一个盘古，还想越塔，可以卡到位置，但速度有点快，还想走。决定未来。杀到九，九，但老哥被他死掉了，八个我要赚大进去。上来打满了，还想再秀，陈真一个人飞起来，再来一梭一技能。蒂诺这边，这场已经触发，再点三连绝胜，秀起来了，团灭了成都 AG。突然之间的一段团灭，这波是拿到三连绝胜，带着兵线抢点中路。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，原地开了个二技能，慢慢撤出去，但是武器大刀消耗打到位，战争把残血被拿出来抓满，抓四个，再来一诺，再想点这边上第三个人头，三连绝胜，只剩孤九一个。什么是顶级射手啊？再来一波吗？自我之相犹在尽守。钢铁强行回血，正面两个人在边撤边打，拖下来的没有他，到处进场，先清一个转身被张子牙打，第二个回头再找太乙真人，要杀太乙，能跟进去，要拿到自己的技能跟不够，第三个团灭，是的。この先は。你看三人的输出有没有能挡到，回头翻滚再一枪，一千回的三个自己的秋金两下带走了，秋金顺便绕后抓大招，武器二连击过，直接被秋金收下来，神魔一道继续斩，三连绝胜，杀了刘邦，满点小团灭，只剩了一个辅助，苏烈还没有被动，后面时间有点长，仰望夜空你就知道我俩家能不能抢到，最后一下重情拿到苏仔就进场，再来个二技能，再来一个大招直接拖残了灵芝，而进场皮特林找错了，再来个一技能又把周瑜给带走，还是倒了，是的，最后皮特林拿到了三杀，最后星光荡开宇宙，本人闪耀其中，没有人动手了，回头等的时间呢没有碰到，会怎么解决？一下差点要开大招回一坐，阿改这边先准备好被本人的帅气鹏鹏这边闪绝撞两个人，再杀普攻自愿大腿杀掉了，无法摆脱的永恒打了一个小团灭出来，哇，这波轻轻的进场瞬间爆炸，行云流水，今夕复何夕，共此明月光，再往里走，二叶捏住项羽就打了个最肉的，小田瓜三段再击飞，哎呦，公孙立刻应该再打伤害，但是连波这个位置往里一顶之后，马超又上将，马超竟然还能戳，他能不能拯救世界？就他一个人了，他费劲了，气质。我有上面有兵线，杨戬这波拿到三连决胜，上面的兵线一波连超吧。この光の中から。私を見つけられますか？再回头，虽然说没死，但是这被带走。是的，这波杀掉算杀，但你别去看暖阳直接带走一个几大招，回头把两个二技能反打，一技能跟过去再杀一个，我觉得还想打，但他大招还没好，马上要好，二技能有没有挂大招？再杀一个，这波感觉绝出事了。